啊。哎、欸，你等下酒爆掉，你就不能怪我了。应该不会吧？我是什么？我就只有上次跟你撞那一次爆掉而已、啊，其他都很正常。你就只爆过那一次啊？对啊。我可是经验丰富。好悲伤的发言。是不是文文？嗯，还行。可是为什么我的聊天室又不动？你来抢位置。不不不不，看这边就好了。哪啦？八点了，八点了。你们是直接负责看是不是？对吧？哎、欸，有新的哎、欸。什么新的？还是新的？哎呦那个，哎呦那个，哎哇，那个跑、欸、太远了。要跟着跳，要跟着跳、嗯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太远了，河豚太远了，河豚，我走，两边两边，喂，喂，毒也毒超久，啊，八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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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痛快吧。哦，还有回收机制，不错。没有自己按的岩浆，全部烫死。啊，我们这个又更新了。哇，每次都要哇哦，荣耀战服的速度变慢啦。什么东西变慢？荣耀战服时间，它 CD 时间。那、哦、一开始的那个斧头啊，就是剑不是可以换那个斧头吗？啊、原本都有那个尖刺效果。就发现太 OP 了、嗯、所以那监视效果被拔掉了，变态九三、啊、对，但是呢你购买的那个斧头，钻石的斧头是会有监视效果的哦，对哦，但它伤害有调低啊，可是我其实觉得还好，不过因为它有监视三，所以你还是可以换斧头，有没有哦，就会有监视效果、嗯、然后除此之外有调整一些价格，像剑变贵了，剑跟斧头从一块钱变成三颗绿宝石，三颗哦。对，雪球爆弹回归时也都变贵了。金苹果不晓得是不是下修，它只要三块。对，所以这些都可以再去做挑战。嗯嗯，什么使用铁制武器攻击？守护者，守护者有没有？如果你是用铁制武器，一般的武器的话，会受到强力的反击，这就是避免那个免洗战士。你想要免洗的，从武器至少可能要换成钻石的，才有办法对守护者造成比较大的输出。哦哦，嗯，他没换的话，免洗冲冲冲，没换的话，你就会受到强力的反击。对，所以现在免洗战士只能挖小核心而已。对，但是还是很烦躁啊。然后记得克制免洗战士有守护者岛可以放，那守护者岛就是只有放两个。一开始就可以选择，嗯，就整场只有两个可以放。嗯，哦，那我们看他有一些主导有更修，我们就可以来挑战。内战飓风河谷啊，飓风河谷，他上次其实我觉得就已经有调整了，比较不会那么被吹下去。可以挑战，可以挑战。然后深海宫殿主导，深海宫殿有调整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。好，好，一开始就给两个牛牛，好不好？让大家吃爽爽。好，好，下来都是让大家吃爽爽。好，那我就哇，为什么要分数那么高？分对，哇，分数初始是一万五，哇、哦，太高了吧？五千就 OK 啦，随机啊、欸！哦，要下楼啊！哈哈，你告诉我啊，要下楼，他帮我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好，哎、欸，我帮你竞选呢、欸，用这样。不需要。哎，我觉得秋风的那个四号。八号包是谁？真的还蛮有梗的。我们要打败哈记。八号包是谁？八号。
八号红色斧头，目前十号竞选团跟八号竞选团，四号五号都太强势了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那个，我还是来唱一首歌好了。十四号了，他给我四颗巧克力，短短几个球，人生短短几个球。Morning, Morning, Morning. 啊，我们下去吧。好，补做一补吧，先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要怎么玩啊？怎么玩啊？没关系，你就是冲过去，哒哒哒哒，冲过去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了，可以。好，可以，懂就好。反正艰难工作交给你们设计，我就去哒哒哒哒哒就好了。好好好。好。哎呦，看一下。哎呦。嗯，没有。团团不来，外面走西瓜北七。我这边有罐罐。北七。哎，所以我们要哪里啊？这边这边这边。哪里砍人？你先过来后面这边，后面我在你后面。Hello。嗯。好。这里是商店。嗯。然后这边就是一开始你会拿到一些资源，先丢进来，它会存到我们右边那个有个积分板。哦，直接丢进去就好了，对吧？啊，不是，是站在那个上面那个压力板。买压力板。哦。然后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好，对，然后我要领的话，直接从那边这样领，然后绿宝石从那边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那个给你们支援，然后打打打。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没问题。然后离开商店开打是不是？还是我们要建造之类的？他要建岛，啊、放岛。啊，放岛，等一下我出去带你怎么放？对，我们等一下告诉你。啊，这有点像床战嘛，那。他会丢资源下来，然后就收集资源，然后放在箱子里面，你们去取这样。没有，你就直接去踩那个板板就好。好，我知道今天的工作了。我拿核心去放啊。好。哎、欸、你还没盖啊？没啊，没换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有绿宝石。那就。我们家出不去了是不是。不是你想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吗？巨币啊？不是。你要我放了哦。你是什么东西？跳台。啊？跳台他们会从上面跳进来吧？对啊，所以晚一点吧。好，我看看。晚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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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一点。买个啥？买个牛排，感谢买个牛排。结果我们没。开场可以买两个牛排。因为他一开始不是给我们那个吗？牛牛。好，我来。牛排你买啊。我买了，买了。好，我们是红队。红队是这个吧？咦、欸？喂？怎样？啊？看呢？是耶！那你在跟团员在洗？洗斗内？洗起来？欸、你怎么没说整理完过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有新的礼物是不是啊？怎么有那个各个战队的？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有看到。突然看到怎么有新礼物？该死！我要连两个牛岛吗？我已经买了。好啊。好。我们可以轻松玩。所以他们是过一段时间会攻过来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马上就要攻过来。哦，马上。多等一下就來了。马上就可以攻过来就對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、啊、我们要建设东西。感谢云月超级留言。这是什么礼物啊？我看一下 LMS 的是不是、啊？这边玩过歼灭吗？有。这个就类似歼灭了，上面是守护那颗这个红石砖，就是这个。哦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子。只是多了很多设施，对。嘿。可是为什么这平台会有闪电狼的？他们有签闪电狼的。他们不是签 J team 吗？不是签 J team 吗？啊，为什么会有助力闪电狼的？好不好？你已经带铺梗了哦，谁？哦哟，感谢团团。铺梗了吗？团团，你怎么是头四是在对面？我们是八八。跳台，跳台，跳台，跳台。好。哦，变好贵哦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有需要买装备啊？五打五啊。装备啊、哦？嗯。装备有绿宝石可以买。哦。对。绿宝石。可是我这边只有铁而已。对，一开始只有外面有放几个绿宝石啊，绿宝石要等他一下，所以还没有人放核心是吧？是，核心我买核心，我去放。好，要放三个哦。走不了了、欸，回不来是不是。哎、欸，我去他们家乱放东西好了啦。哦。占用他们的空可以、啊。不是啊，我怎么知道那是不是巨头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钱。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剧透，
真的看看情况，看我今天有没有觉得很累，没很累的话，欸、关台叫人把口。欢迎这些垃圾去他们家乱放。欢迎这些垃圾，你要换什么？好啊，不然就防守啊。哦。赞助吊台。可以。把他们的点都占光。哦，然后我们要存一下力宝石，先不要。先存。先存32颗，就先不要把它领出来了。可以买更多岛了，出来了。麦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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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够。人生短短几个汪汪，在我前面。是汪汪。我追不罢休。人生短短几个秋。回不来啊？没有，把地宝石丢里面啊。啊啊！哦。啊，懂了吗？然后我再去接，然后再丢回来。嘿。哦，什么？我来乱他们，我来乱他们。好，我看到了，他们要去偷挖的，他们偷挖掉了，下去了。左边两个小核心，坏蛋，坏的，真的是坏蛋。他东西掉下来，有可以，那个是巧克力，给个压力板，给你压力板。啊！哎，在哪一环？这里。喂。人生短短几个秋。不是啊，好歹你往下唱嘛，不要只有一句嘛。对啊。不醉不罢休。巧克力来了，巧克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又来啦！阻止他，他偷挖我们的核心。我先换一套。那稿子可以拿回家吗？我先换一套防守的。好，要一个人站在这边，不然他们一直来洗，很讨厌。因为小核心能干嘛？小核心要放了，我们才能收集绿宝石跟加分。哦、嗯，对，那个岛才会启动。所以它挖掉之后，我们就等于没能量了。对，所以要赶快看到就要赶快补回来。睡眠。对啊，他在免洗，可是他没有装备，所以提早发现就能尽早治疗，预防胜于治疗。下去啦，谢谢。他怎么把东西藏在这？哦，这坏蛋。哦，什么？这个是可以开的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先把东西藏在这里。会啊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偷藏。哦。坏，是吗？有时候你要出去做一些坏坏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先稍微放一下。买个弓，看一下是不是有人来了。汪汪，汪汪，他们在巨壁中间。杰瑞的妆已经起来了，他已经整套了。他不是金装吗？不是不是，杰瑞是整套钻石。啊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进来？有，我在，我在。我打不死他哎、欸，打就对啦，就打就对了。打打打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打打打。他在里面干嘛？还是就是在里面？他只在里面，被他游出来啊。嗯。啊，我知道我们少放什么，附魔岛。哒哒。
你有种嘿嗨。几个绿宝？哎、欸，我们绿宝可以升级。巧克力又来偷挖了，又要被挖掉了。啊、又要被挖了，我先买一个刀。他少还好，少就挖掉一个。好。汪汪是挖了掉另外几个了。哦，我是不是没钱了？对，没钱。我觉得我们这次好穷啊！我们超穷的，我们是穷逼吧。